见过金龙鱼下载没有？金龙鱼是母鱼产卵，但是呢，它是由公鱼含在嘴巴里面进行孵化。那么这一条就是公鱼，我们掰开它的嘴巴，那么小鱼呢，它就会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进行孵化。如果说不收集的话，把它放在池子里面任由它们生长的话，它就会被其他的这个大鱼给吃掉。